96年以后的，他的合约是多写承揽，好，就是委任合约。那像我们的合约就是聘约，又不同了。啊，所以说我们的劳健保就在公司，他就不能把劳健保转到公司，不能转到公司，他就是投保职业工会。职业工会之后，男生就不用付他的6%，而且把那个雇主应付的责任全部都交给政府，这是南山最大的问题。他有条码，要做签到记录。那如果是承揽，你怎么会叫承揽商说哈？哎，你每天来参加活动的时候，你都要来签到哦。承揽的基本前提是完成工作取得报酬，那只要把工作完成就可以了。他干嘛还来签到呢？跟南山说不定我们要签到，那说我们是承揽，这不是很荒谬的事情吗？第二个，承揽的话，我完成工作取得报酬，那为什么要考核呢？对不对？我要考核，我要通过你考核，我才能拿到报酬。如果通不过你考核，拿不到报酬，这怎么会承揽？包括我们之前保护的权益，我们。其实我们保险业哈业务也很难用直接罢工的诉求来扰乱或干扰资方的运作，很难，我们也知道。可是既然很难，我们为什么要出来？其实我们就是要透过你们让所有的保护跟全国人民知道，这家公司对业务也不友善，不断的在压榨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发出声音，让媒体知道，当你要来选择一份事业，或者是你要买医院保单，应该找什么样的公司，找什么样的业务员，这是他的权利。那如果这段期间客户要为我们做服务，当然我们也是可以让他做服务，影响保护的权益的。从81年10月12号进南山到现在，已经整整23年，要2个月。有没有不好啊？你干了哦！我进来吼，我甲客户呀，我甲我讲要罢工，哎，客户讲咱想要罢工，我因为我拄着吼足大的困难，我就讲无听，伊嘛听了吼，心有戚戚焉呐。伊讲啊，这样来罢工，连客户都支持我了，站出来，来讲好不好？Done.